这辆汽车沉入水底足足82小时，可打捞上来发现司机竟然完好无事。此消息一出，顿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经过医生初步诊断，发现此人并不存在溺水症状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下过水一样。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，男人突然变得情绪激动，胡言乱语。小米觉得他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召唤，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可就在他想继续追问时，却被医生赶了出去。司机名叫格里芬，持枪抢劫，无恶不作，并且身上还背负着2条人命。德不明白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渣复活，不过相信格里芬的复活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在此之前卡尔的话早已预测到了这一切，而格里芬就是从车上跳下来扑向小米的那头恶狼。但不论如何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阻止即将发生的爆炸。为了得到炸弹的具体位置，小米向格里芬坦白了828航班乘客能够收到召唤的事实，而现在格里芬也拥有同样的能力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格里芬在得知自己拥有了这么牛逼的能力后，立马变得嚣张起来。他甚至向警察提出条件，要求他们无条件的豁免自己，否则就不会交代炸弹的具体位置。殊不知这个格里芬从15岁开始就是监狱的常客，如果将其无罪释放，就等于放虎归山，一定会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骚动。所以本立马调查了格里芬的全部资料，希望他能够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让他主动交代炸弹的位置。可就在审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警局突然接到消息，说联邦检察官已经签字同意释放格里芬，因为他们确实查到几个小时后恐怖组织将会袭击市中心。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伤亡，警方只好选择了妥协。另一边，格里芬的血样检查报告也出来了，他的体内确实拥有着与828航班乘客一样的特殊物质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根据格里芬提供的线索迅速来到了人潮拥挤的小吃街，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枚炸弹，最终炸弹被成功拆解，危机解除。可就在此时，小米的眼前再次出现了一头凶猛的恶狼，这也意味着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。那么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？我是彤彤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。